订阅本频道，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。在光影交错的影视世界中，有这样一位青年演员，他以独特的魅力、扎实的演技和不懈的努力，在短短的时间内便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与赞誉。他就是王一博。在过去的一年里，王一博凭借三部力作无名，《长空之王》及《热烈》在第37届金鸡奖上大放异彩，共获得了总计18项提名。这一非凡成就不仅标志着他个人演艺事业的新高峰，更是对中国青年演员潜力与实力的一次有力证明。王一博在《无名》中饰演的叶先生，以其深沉内敛的表演风格，成功塑造了一个复杂而多维的角色形象，让观众在静默中感受到了角色的情感波动与内心挣扎。影片的八项金鸡奖提名，无疑是对王一博精湛演技的最好肯定。《长空之王》中，他化身为雷雨，用坚韧不拔的精神和细腻入微的情感表达，展现了飞行员对天空的无限热爱与追求，再次证明了自己在塑造不同角色上的无限可能。而《热烈》中的陈硕，则是王一博演技爆发的一次完美展现。他以真挚的情感、灵动的肢体语言和充满感染力的笑容，赢得了观众的心。社交媒体上的高点赞数与播放量，正是对其作品喜爱度的最直接体现。连续两年获得金鸡奖提名，这一荣誉的背后，是王一博对演艺事业的执着追求与不懈努力。从去年的《无名》到今年的《热烈》，王一博的角色转变与演技提升有目共睹。从最佳男配角到最佳男主角的提名，不仅是对他个人演艺生涯的肯定，更是对他不断突破自我、勇于挑战新角色的勇气与决心的认可。每一次的提名，都是对他辛勤付出的最好回报，也是对他未来演艺道路的美好期许。王一博的才华不仅仅局限于影视领域，他在时尚、音乐和体育等多个领域同样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与魅力。作为时尚界的宠儿，他多次登上时尚杂志封面，成为各大品牌争相合作的代言人。其独特的时尚品味与不凡的气质，让他在时尚界独树一帜。音乐方面，王一博不仅拥有动人的嗓音，更有着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，他的音乐作品总能触动人心，引发共鸣。而在体育领域，王一博也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与热情，无论是滑板还是赛车，他都能以专业的态度去对待，展现出自己多才多艺的一面。面对未来，王一博满怀期待与憧憬，他深知作为一名演员，唯有不断挑战自我，勇于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，才能在艺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。因此，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，王一博都在不断的探索与尝试，力求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与角色。他的每一次演出都充满了对艺术的敬畏与热爱，每一次的突破都是对自己能力的极限挑战。王一博，这位以光影为笔，绘就金鸡奖提名辉煌篇章的青年演员，正以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演艺传奇。他的每一次努力都在为中国的影视事业添砖加瓦，他的每一次成功都在激励着更多的青年演员勇往直前。未来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王一博将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，让我们共同期待他更加辉煌的明天。节目最后，希望小伙伴们订阅本频道，本频道专注王一博的新闻资讯。